糖糖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找你喝上午茶呗，顺便聊聊沈君瑶的事儿。沈君瑶？看着上面写的。糖糖，沈君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哦，现在知道着急了。这怎么说这么无话？你因为他特地找我，我还不能好奇一下吗？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秦相昨晚住我家了。真的假的？你俩什么时候开始？ 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们还没开始呢，就是他昨晚喝多了，然后就住我家。那你们俩有没有？夏沫，大学4年我都没有看出来你居然是个芒果系女孩。表面上看起来天然绿色无公害，结果内心是黄的。哎，你别瞎说。 我这是怕你保护不好自己。你放心吧，秦相这家伙床上厉害着呢。进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向总，这是T5机器人的发布文案，您看一下。昨晚没回家吧？在哪睡的？啊，我。 我回家了呀，我在家睡的。今天早上看到你的时候，明显感觉头发一团糟，而且衣服也没有换，这不是你的做事风格。哎呀，昨晚喝多了，彻底喝多了，结果在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今天早上了。我对八卦不感兴趣，但我想提醒你，别再把自己搞得这么受伤了。你放心吧，山东，糖糖她绝对不这。谁？唐锦轩。 你跟夏沫的闺蜜睡了？要照你这么说，我在床上比她还厉害呢。